我刚才听了一下，确实是打起来了，确实是，确实是打起来了。你们建不建议我去劝个架子的？去吧，是吧？你们也同意我去，是不是？咱们就是那个什么吧，就是热心呗，热心一点，是不是？我觉得没毛病，人一定得有一些热心，热心肠。那我去了，对，把光剑带上，把激光剑带上，是这意思吗？激光剑，我觉得就激光剑，我觉得能行吗？人家打起来了，等会儿我去看一下。就是为了更好保护自己，是不是？这把剑在闪烁，这把剑在一闪一闪的。没事，我还有一把，我带两把去。这个没闪烁，所以这一把可以带去啊。这一把就放起来吧，带一把。我说快去吧，你着什么急？我换套衣服去，好不好？我换套衣服，朋友们啊！我这个歌不太行，不太适合我变装，我换一套气势一点那种的。毕竟是超人的衣服，不能换一个，就是当时复仇者联盟的，有点不太好啊。这个 ，I'm Superman. This world, I'm coming.不，等一下，我得确认这个，我这个穿上能播吗？等一会儿，我上边上我确认一下啊。它上面那个印花是一个什么尺度？等一会儿我看一眼，好像还行。我就先不站起来了，我怕这个不太好。